你叫我姐姐？为什么你叫我姐姐？我可能比你小。我以为大三十。大三十，三十。姐姐读哪里？我吗？嗯。为什么你叫我姐姐？为什么你叫我姐姐？我可能比你小。我是妹妹，好不好？姐姐。妹妹。好。你几岁？我，你猜我几岁？等一下，我可能不对，二十几吧，二十三。没有，再年轻一点。哦，二十。对。哦，他刚刚叫我姐姐，他几岁？你二姨吗？不是他，不是他，另外一个是蔡正，他几岁？也是。哦，好，我等一下跟他道歉。等一下。我等一下跟他道歉，因为他比我老。没有。我刚刚发现你比我小，不好意思，可以叫我姐姐。没关系啦，没关系啦，我长得也蛮操劳的。你觉得他原本几岁？我以为他三十。他三十，三十。在这里要哭了。三十，我猜。有可能你的化妆比较浓一点，所以。啊，这个吗？嗯。眼下腮红。对啊，对啊。好吧，以后不画。嗯，妹妹，我帮你包头。等一下，放朋友。嗯，你二十岁吗？二十二，二十二，二十二。嗯，跟我妹妹一样。哦，真的假的？嗯。她刚好帮你按摩吗？嗯哼。舒服吗？舒服，喜欢。满分十分，请问给几分？嗯，给你。三分。没有没有，太过分了。大概八到九分。哦，那其实蛮高的。加油。你知道为什么我不给你十分？因为这个世界没有完美的东西。哦，没错。没事，我会努力的。好，我帮你。你去吧。对。好。完成我的任务了。刚会不会大家想说，为什么我要一直走来走去？因为伯伯不会包头，于是我就要帮他包。嗨，嗨，你是哪一个地方的？乌克兰。乌克兰哦，乌克兰都是美女。对，谢谢。所以你是来台湾念书？念书吗？那你是念什么的？中文。OK， cool。所以你就是特别来台湾学中文？对。哦，酷。读大学。读大学，现在还在念吗？对啊，现在大四。你有剪过很短的头发吗？啊，小时候。它是意外的蛮短。先这样。这个长度。OK。我觉得可以短一点点。慢慢来，慢慢来。他想要剪稍微比较短，但是因为他有点自然卷，所以又不能太上去。你湿剪的程度到一个高度的时候，你就必须要先吹干，再看他需要调整的地方。不小心剪太短的话，我很担心顾客会不满意。喜欢吗？喜欢。是你要的长度吗？要的。可以啊，我觉得很好看。嗯，谢谢你。谢谢你。谢谢。不可能还没订阅，来吧，营业中频道吧。我们的开店趋势跟精彩花絮都在上面哦，赶快追踪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别忘了开启小铃铛哦。